那口潮威夷的现场，像超级线下战天的挑战者是随处可见的。从讲究默契和团队合作的多人多脚协力跳绳，登峰造极、超越自我的竞技攀岩，还有通过平衡测验才能升格正式使用的立体机动装置，超威夷里的超级线绝对是流泪流汗不流血，心力轻微不轻松，跟参加者玩真的哦。现场竟然收到了第一手巨人募集情报，已经突破玛利亚之墙的巨人竟然以超乎想象的利落身手试图攀越更高难度的超攀岩之墙，不但成功入侵人类世界，还单独潜入冰团测验的场地，以超大型巨人的姿态，有点邋遢的使用着机动装置堆堆弹跳。最夸张的是还愉悦的装成工作人员跟大伙一起跳绳同乐，这哪里晋级了，简直是乱入的巨人嘛。我想这条巨人募集情报一定是哪里有误会，我们还是直接来听听二位五期兵团毕业生对于一日兵团超体验有什么样的感想吧。いやすごい楽しかったです。ちょっとそうっすね、バランス取るのが難し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コツをつかめばなんとかできました。あっちの後ろのバンジーできなかったんで、それがちょっと残念でしたけど、すごく最初はゆらゆらして難し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ちょっと慣れるとすごい簡単で、あっという間でした。少しやりたかったですけど少し残念です。はい、大好きです。わお、看来这些兵团毕业生们个个都不是等闲之辈哦，平衡、弹跳、各式挑战极限的装置都难不倒他们。我想，人类吹起反攻巨人号角的时刻指日可待喽！对于未知事物的真相总是充满好奇，越不了解的东西就越想要一探究竟。首先就让海洋研究开发机构的专业研究员以这艘探索超深海未知生物的庞然大物作为开场，带领揭开超神秘不为人知的面纱吧。深海6500は6500m まで海底の調査をできるもので、海底の資源を取ったりとか、海底の生物を、未知の生物を取ったりとか、6500m の範囲でできることを全て調査しております。环顾会场，无论是你曾经看过或是你完全没有头绪的研究仪器、新锐军备、航太科技， Believe it or not， 在这里全部都看得到也摸得着哦。各式稀奇古怪的奇人异事、神秘装置、未来科技，不只发生在虚拟的网络视讯，其实也同步上演在 Nico Nico 茶会议。负责人维新，大家好。怎么出现了一位中文说的这么溜的樱花妹呢？原来本届 Nico Nico 超威夷三中来自台湾的朋友啊，也有跨海参与这场盛会哦。超你好台湾是为了促进台湾与日本网友的文化交流，加深彼此情谊而特设的一个专区。现场除了有透过网络视讯的跨国连线交流会外，还有风味独具的台湾小路区，以及人气吉祥物台湾达跟大家互动，是一个充分展现台日友好的趣味所在呢。是第一次来参加超会议，但我们经过第一天的大家台日的交流，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开心。身为台湾人的我们，可以有机会参与到日本这个很盛大的活动。那我们就是这次策划台湾摊位，就是想说有机会让日本网友和台湾网友可以跨越国界、超越语言，有机会做一个交流，让大家知道说其实语言啊跟就是国籍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只要大家有一个就是友好的心态的话，大家都
都会就是非常的亲密的做接触，隔空握手。你没听错，这比隔空取样还牛逼的特异功能，在超你好台湾团队的精心策划下实现喽。你们看，台湾和日本的观展民众不仅仅透过荧幕实况进行交流，手掌形状的 Norman Falcon 力回馈装置，让相隔两地的人们也可以透过机器感应握手的力道，这就由指尖触感传递彼此文化的方式。捷克是不是很神奇啊？来，你们的名字呢？同队。比跳针版暴怒姐还爱闹，不按牌理出牌的糟精传力精来串门子啦！呀呼！我爱台湾，我爱台湾，我是台湾！呀呼！呼呼！谢谢！你好，台湾的民你好，台湾的民你好，妈妈咪呀！Shake hands， 嘿嘿，用力握手的 Funashi 是不是意味的很看欢迎呢？这次见面 ，Funashi 我把采访的是，啊，你真的是太感谢了。Funashi 我们这边蛮久，刚刚 Funashi 还记得吗 ？Funashi 我们来ですよね。はい、セガのゲームです。なんで
このゲーム本当に好きなんですか？ソニックがかっこよくて疾走感もあってかなり面白い。これ衣装手作りですか？はい、全部手作りです。頭の帽子もですか？これは彼女の手作り。すごい。何？这么可爱的帽子是自己亲手做的。看来 coser 们除了要对 ACG 角色下功夫研究，还需要有一双巧手呢。接下来热衷扮演活动的参赛者们，还会为自己最钟情的 ACG 角色做出什么样为爱牺牲的奉献呢？就让我们回到伸展台上继续看下去。どうぞ。コブラですよ。知ってますか、赤美ちゃん、コブラ。わかるよ。かっこいいんだよコブラ。でもレイヤーさんで見るのは初めてですね。本当に。うん。いや僕ねコブラ大好きなんですよ。なんかねあのね男が憧れる男みたいな。はい。はい、なんかねなんかやっぱりこうスタイルがすごい良くてかっこいいなって純粋に思いましたね。これ本物ですか？これは本物です。アミちゃん触っちゃいな。いやいや俺はいいよ。せいせいせい俺はいいよ。ああすごい。別のスポーツや。あちなみに、ずっと水泳をやって。あ水泳を、はい、この中じゃもう信じられないし。いやいやいや、なんか今日ポイントあります？ポイント、ちょっと割と全身削りしていくたので夜中に3時間くらいかけて。あなるほどね。一応こうエチケットを。そうですね、ちゃんと。これ下ってなんか履いてるんですか？下タイツ履いてます。あ入ってる。入ってる。ふんどしをちゃんと。登台走秀果然是需要万全的准备和体力的训练。我说的是体力的训练啦。看我们扮演 Cobra 的胸肌、腹肌、人鱼线就明白，大家绝对不是玩票性质能拿参加奖的吧？虽然我不太相信相扑本田的肚子也是练出来的就是了。哈。换个场地，现在来看看初音未来 No.1 选拔赛的现场是如何激发你体内对电音反应的 DNA 吧。快系好你的安全带，家族玛丽向终点全速冲刺 ，Go Go Go！